同我哋之間咧冇一個神職人員啦，或者係學生之間嘅一個嘅隔膜喺度。同你一齊去玩之餘，會有靈修嘅工作，所以我覺得 Carlos 除咗係一個神師之外，佢都係一個好朋友。Strive to be loved， 設法使人愛你。你做一個慈幼會士，你就要用盡你的方法，用盡你的創造力，用盡你的身體，用盡你的智力去讓人愛你，這個就是牧者。那時候開始認識信仰，其實都因為是我阿婆的，因為她每一天都在十字架前面、聖母像前面念審端玫瑰經啊，跪喺度祈禱啊。因為我唔係自細領洗嘅，我小學三年級嘅時候先至開始參加舞蹈班啊，最後先至領洗啊，加入教會啊。有一次自己同屋企人坐電車嘅時候，見到一個好宏偉、好大嘅聖堂，咁啊好吸引我，咁我就同我媽咪講可唔可以有一日咧帶我去睇下。咁我媽咪最後都應承我啦，咁啊帶咗我參加一台英文的主日彌撒。咁嗰陣時候其實唔好明白嗰啲經文啊，嗰啲歌嘅意思。不過嗰啲歌啊，嗰啲祭衣啊，聖堂嘅裝飾啊，都好吸引我，我覺得好特別。咁就因為咁樣咧，我就開始對信仰產生咗興趣啊，開始上舞蹈班啊，然之後領洗入教啊。咁佢嗰陣時。大約四年班咧嚇，因為四五年班嘅男仔咧嚇，唔係一般嘅男仔啦嚇，不過都係屬於乖嘅學生啦。咁佢特別在邊度咧？一放假，咁佢好熱心去參與撒喎。咁佢係輔祭會嘅嚇，通常咧嗰啲輔祭都係輔一台撒嘅啫嚇。但是不是，我們平日有兩台撒，輔完第一台，第二台就見他出現，他不是一直這樣，即是很勤力這樣。小時候很有趣，我哥呢經常在家裡喜歡扮開彌撒，他就強迫我做輔祭，很有趣，那時候什麼都不懂。咁啊，佢真係有要求喎，要咩色，要咩款，裏邊要咩衫咁樣，都幾有要求。咁嗰陣時候，見到神父將聖體咧送俾啲教友，咁嗰陣時就好觸動，都每一日都問自己，我有一日可唔可以好似佢一樣咧？我同媽媽講話，我想入被修院嘅時候，媽媽反應就很大。媽媽雖然是教友，不過她就不太喜歡我入修院的，特別是最初的時候，為什麼要用修道的方式啊？為什麼要入修院啊？你在堂區做個傳道員都可以傳福音的。我跟她解釋，我說這樣可以全心全意一點嘛，還有我都覺得這種生活很適合我，媽媽都尊重我的選擇啦。爹哋咧就好特別，爹哋反對咧就唔係好大嘅反對，不過佢同我講，佢話你啱就唔好做，一做咧要做到最好嘅，咁希望咧我一做咧好似做到德蘭修女咁徹底嚇，真係將福音咧去傳俾嗰啲有需要嘅人嚇，唔好得過且過，求求其其咁樣去生活。我當我慢慢入去被修院的時候，我初時覺得我是做神父啦。不過慢慢在被修院的培育入邊咧，我就開始透過知識上邊啦，同埋自己經驗上邊去認識多啲包斯高神父的精神同埋生平。咁嗰陣時開始覺得，原來咧我唔係話單單係話天主想我做神父，而係更加基本嘅想我做一個慈幼會士。其中有一個我記得很深刻的就是初學的時候，我們那時候因為團體很窮，所以最後團體決定我們全年就沒有飯吃，吃一些雞粟、那些雞糠。其實那些雞糠對消化很大困難，吃完等於沒吃一樣。整年沒有一個會士投訴過，個個會士都很
接受啊，好願意去同嗰啲窮人去分享呢啲窮人嘅食物。所以喺成個初期，咁喺嗰度我睇到即係會士當中嘅團結。包小神父佢嘅預防教育法啊，就係有呢兩大特色，就係正直嘅公民，第二就係熱心嘅基督徒。所以如果一個青年咧，佢覺得天主係叫緊佢做一個持有會士，我要值得問一下自己，我嘅人格啊成唔成熟咧？我有冇善盡我自己嘅本分，天主俾我嘅責任？第二就係、是、我同天主嘅交往係點啊？係咪一個好密切嘅交往？係咪一個熱心嘅人？就算佢未必兩樣嘅原則啊，兩個要求可以做到，起碼佢有一份心，希望自己係做到嘅。做得好，所以系啊，我觉得一个持有会士啊，甚至乎一个被修生一个青年啦，应该要有呢两个基本嘅条件。圣召咧系天主白白嘅恩赐嚟嘅。有时候我睇翻自己十几年啊，入咗修院，加入修会啊，最初都唔系完完全全好清楚嘅，即系透过自己愿意肯体验。願意肯嘗試，慢慢慢慢咧就清楚啦，睇到天主想我行條咩路。咁所以我覺得此時此刻而家青年有好多嘅選擇，自己有好多嘅機會嚇，有時候會覺得好迷茫。不過都值得自己有一啲勇氣啊，揾一個目標，清楚嘅嘗試，試下依啲咁樣嘅方式啊，為我係咪俾帶到我？去到我生命的目標啊，或者令到我成為一個很開心快樂的人。當然第二呢，我覺得既然聖召，特別是收到聖召，神蹟聖召是一個恩典，我們需要祈禱。有時候我們人很軟弱，未必樣樣東西都做得很好，是吧？不過我們求天主，求天主給我們力量，我們求天主讓我們將來可以做一個持有會士。我覺得家人有時候需要有一個成日同青年一起，成日同自己的仔女一起。我睇翻我自己細細個，直至到而家，我自己慢慢睇到自己條路點樣行啊。我覺得屋企人嘅陪伴好緊要，爹哋媽咪嘅鼓勵啊，無論有啲咩嘢同佢哋講啊，佢哋會俾佢哋嘅意見啊。咁所以屋企人要成日。盡量抽時間同佢嘅仔女一齊，係啊，依個係好影響佢將來嘅聖召。一個好嘅信仰培育，先至幫到青年啊，揾到佢自己生命嘅方向，揾到佢自己嘅聖召。唔係，我需要祈禱。祈禱嘅時候咧，即係自自然然好多嘢都會慢慢出嚟，發揮出嚟。希望所有青年都勇於去嘗試，見到咁多嘅選擇嘅時候。不需要害怕，不需要擔心，試下慢慢你會看得清楚。對我將來被祝聖有什麼展望，我覺得有四樣。第一呢，就是希望透過我榜樣，我的見證能夠吸引更多的青年呢去成為持有會士，無論是做一位持有會神父或者做一個持有會的修士。第二件事呢，我覺得我希望盡我的能力去幫助一些真的有很大的需要，無論經濟上面的或者心靈上面很貧乏的青年。我覺得這個是包斯高神父對每一個持有會會士的邀請，就是去到邊緣那裡照顧這些貧苦無依的。第三，我覺得希望透過我在神智學的訓練，能夠幫青年有一個好的信仰培育，因為好的信仰培育咧，會幫一個青年找到天主俾佢嘅召叫。最後我希望透過我的臨在，為整個嘅會士團體帶嚟團結，令到我哋每一個會士都能夠一齊工作，一齊去計劃，放棄我哋一啲嘅成見啊，或者一啲嘅批評啊，一齊去將包小神父嘅夢。特別是他的中國夢呢，帶到去香港，帶到去中國大陸。